这个单元我们要介绍如何提升正向情绪。那当然这个正向情绪我们也它的这个正向情绪可能有些是受到先天遗传因素的一些影响。那至于这个部分呢，可能就可能不在我们这里探讨范围，因为我们这边比较想了解的是说经由一些我们有意图的一些活动，那希望这些有意图的一个意图活动能够带来正向情绪，我们借由操控这样子的活动进行。那当然有些除了遗传之外有所谓的，当然个人所处的环境也会影响，不过我们现在想研究倒是如何比较容易我们不去占，当然不去埋怨或我不去庆幸你的遗传的部分。那我们希望这意图性活动它是能够让我们在想要达到正向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由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介入来达到提升正向情绪的一个效果。那当然这样子的，在我们当然如果要制造幸福，那本身如何有这，如果是要从正向情绪这个元素来切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设计。当然这本身也可以借助双语媒体，然后加上一种游戏的一个架构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也就是说在游戏中进行这样子的活动，或者这边我们提到的意图性有意图的活动主要包含第一个叫做行为性的一个活动，就是某些行为活动那我们就能够直接能够带来快乐那这个里面第一个叫做仁慈活动，仁慈的行动，那也就是说我们行善仁慈行动本身当然比如说在佛教的六度里面它有所谓的布施布施的一个布施，那布施通常在六度第一个就提到布施那布施甚至我们可以说它扮演的角色，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用布施来解读其他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你们这边布施当然布施的话也不一定是要金钱上或者物质上，你也可以是比如说你是有所谓的法布施，就是说你可以帮别人开让他能够开导他，或者说让别人能够理解，或者让别人能够有一个方向可以
离开痛苦、烦忧，或者说获得快乐、幸福，这样子的一个给他这样子的点子或建议，或者方法，或者说这样子的也是算是把好的想法跟人家分享啊，这样子也算是一种仁慈的行动，所以不见得是要用钱，但所以这种仁慈行动有时候也不见得说要是很让你煞费苦心的，也就是说有时候在正向心理学上研究，他认为这个你产生正向情绪的一个频率有时候反而是更重要，你不见得要每次都要追求那种很高强度的一个仁慈行动，那带意图带来说看会不会比较强度的一个正向情绪，我觉得可以比如说行一些小善啊，就所谓勿以善小而不为啊，所以说那这边我们很多的一个包括助人呢本身有非常多种，包括你在甚至有时候搭电梯的时候让别人先进去出门出来的时候让他先出来互相礼让，那或者说这把座位让给需要更需要的人，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本身可能你不用付出太多的一个东西，是说你如果能够有这些小的一个善举那可能也可以为自己带来正向情绪。那另外就是说比如说你是去做一些细数这个人事活动，那细数人事活动可能本身可能就你所做过的一个行为活动让自己再去细数回想这些把新的记录加以记录的一个细数仁慈的一个活动。好，那或者说另外就是还有所谓的像感恩拜访活动，就是说可能或者说实际上也不见得现在也不见得说真的需要拜访，因为就是感恩的 email 或者感恩的耐心耐的信息这样子，或者当面的致谢或者电话的致谢这样子都是一种感恩活动。但以前呢很知名的哲学家曾经讲过，他说这个感恩不但是最重要的美德，而且它是一切美德的一个起源啊。就是说你如果连感恩都没有的话，可能你没有感恩一个人的话，基本上他为你做的，或者说他基本上你并不是认为他是你很正视他的存在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可能再感受到你其他的一个绽放出来的一些美德风采。那这边就是可以
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也就是说，有时候，另外比较简单的就是说，除了这些之外，你可以，比如说我们说微笑，微笑，微笑这个行动，看到人家微笑，那微笑，微笑本身，我们说我们因为喜悦而微笑，因为我们在心理学里面。也有人验证说，事实上微笑也会带来喜悦，带来喜悦，微笑可以带来喜悦。但通常你对别人微笑，那别人可能也会觉得你这个好相处，或者说觉得放下心防，拉近彼此距离，那可能就会你会感受到你这个微笑的这个。作用力那你的就是因为你的微笑作用有感受到那很作用力，而且你这个微笑有一点像，那效果有点像，佛陀讲过说，一根小小的蜡烛可以，把1000根的蜡烛点燃，而且你在点燃的这个过程中，你不会丧失了自己的光亮你既可以把那么多根蜡烛点燃，而且在点燃过程中，你并不会使自己变得不明亮你不会丧失自己的光彩，所以这就是这个。行为性活动有时候它可以带来这样子的一个好处包括一个微笑或者感恩或者仁慈的一些活动。好，那另外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行为性的活动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用认知性的一个活动。认知性的活动，行为的话，你是指。直接用你的行动、你的作为来，做就对做下去，然后来，比如说你如果说除了微笑之外，如果说你有一些姿势，或者让你觉得很放松、很搞笑、很优自己的一幕，很自我解嘲，这样子都可以带来正向情绪那另外，所谓认知的话，就是说你是在想法上想法，所以刚才是在行动作为上，行动行为上，但现在是在想法上怎么想？比如说我们，就想一些细数一些幸福的东西，进行。细数幸福这样子活动，所以你多想一些比较正面的，让你觉得幸福的东西当然，比如说人与人相处，当然，难免有时候你会，人生不如意十十之八九，对。当然，你如果要想不如意的事情，当然永远不缺乏。可是你如果说，不管你是多还是少，你有一些正向的、幸福的、快乐的一个的体验的话，你可以多去想想这些事情，想一些正面的事情，因为当然。正面的事情，它不见得，有时候不见得像负面的事情会让你那么刻骨铭心有时候正面的事情，有些你会视为必然，所以有些，除非说它是，真的特别的让你印象深刻，让你情绪上的一个，影响特别的感动。要不然的话，有时候负向的当然，往往会让你比较印象深刻。所以你如果让自己对这种正向的一些
小确幸更加敏锐是蛮重要的，就是说这细数辛苦的活动。好，那回顾美好体验的正向写作活动，就是说把回顾一些美好的体验，然后甚至把它写下来，这样也是有助于自己一些回想，然后把它比较完备一点，比较也许你可以捕捉到这个体验里面的令你感动或者让你惊艳之处。那另外一个就是切实际的乐观，像以前是以前在打一些比较大的战争的时候，那个他根据研究说那个战俘啊被俘虏了，后来有一次研究，他们认为能够后来活着回来的哈，通常是他是一个比较切实际的乐观，他也不是，也不是悲观，也不是过度的乐观，而是一个切实际的乐观，想这样未来美好，所以说他这是要认知上要切实际的乐观，不要太过于太过乐观，或者说不乐观，那也就是悲观。那本身这个认知性是由你的想法上去改变，这个想法是特别重要。就是说，那因为我们在莎士比亚也讲过说，你这个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好或者不好，都是我们的想法造成的。就是说，在以前有所谓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说把马弄丢了那是好还是不好，当下也当然觉得不好，可是后来那只马不但回来还带了一群马回来，你就觉得这不是福啊。可是他后来这个故事，当然他后来又自己的小孩又去骑马，因为有那么多马，挑自己喜欢的马去骑，结果摔断了腿，又变成又是祸了。可是后来因为去要打仗因为他孩子断了腿，更没有去打，这样是福还是祸啊？所以说这个是有各种不同解读，一直下去啊。那这样子的一个认知，那刚讲到是莎士比亚说，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好，也是不好。那另外我们提到像爱默生，然后讲过 Emerson， 然后讲过说，用不同的心态来看那你把同样的一个世界，或者我们把它说是同样一个地方了，你可以把不管它指的是大的世界、小的世界，然后大地方、小地方，同样一个地方，你用不同心态来看，你可以把它看成天堂，也可以把它看成地狱。就是说，这句话，它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不管你身处何处，但你可以，它有它的好的地方，也有它的不好的地方。但你的认知上，你如果执着一直在执着在好的地方，那你可能就会就会认为它是天堂，过得很快乐。当然你如果执着在这些坏的地方怎么都不能够改，马上给我消失或马上给我改好，那你就会活得很痛苦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你一直执着在那些不好的东西上面，所以这个想法上的一个认知上的改变是相当重要。
然后我们讲到另外一个叫做抑制性的活动。抑制性活动就是说可以从我们的自我的一个从动机或者态度上来调整，自我调整。比如说我们都先了解自己的个人优势啊，比如说你的优势就是可能是你很幽默，或者说你是浪漫，或者是乐观，或者说你是有这样子的强项，那你就去把你的强项发挥出来，那就做自己可以把自己的强项这样发挥的这种事情。所以你要先切认个人的一些优势，每个人我们说这孔子他还讲过，他种田不如老农，种菜不如老仆，所以说所以我们说每一个应该他当然如果有自己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啊，就是说你如果能够比如说有些人你也许觉得他念书的时候好像有些很多科目都不大行，可是他美术特别行，或者说他音乐特别行，那将来他就会往那个方向发展啊，或者说所以说你可以选择了解自己的优势，然后选择一些喜好的切实际的一个目标哈，来，所以你来追逐达成的目标是一个那个是切实际的，而且是自己会感到喜好去达成的一个目标。所以说我们就不要刻意选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不感兴趣的因为追逐风潮，或者说只因为别人的影响，然后这样就比较容易感到痛苦。当然每一个人的耐受度可能不大一样，只是说我们如果这样子做，我们是因为我们是想要正向的来提升这个正向情绪的一个强度。另外就是说还有所谓根据这个静心的活动，静心的活动就是说像我们可以做一个慈爱冥想，就是把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些仁慈的发挥你的爱心的一些事情上。好，所以说通常我们如果能够放松心情，就让自己有时候有些人他是一直在追逐所谓的大风大浪啊，就是说当然在商场上他可能有大起大落，不过当然你如果都经过很多情绪上的一个大风大浪，或者说时常蛮有一些震撼的一些情绪上的波动的，你如果说你给他一些怎么讲，你如果说你过得惊涛裂岸的那种人，你他可能在回忆的时候，可能一些小涟漪曾经生命中的一些小事情，
小人他可能都忘了，那也就是说我们静下心来品味当下的一个美好，品味当下。因为我们说你不要，过去已经过去，你不能一直放在你当下品味当下的美好，那你才能够活在当下，就是说你细细品味当下的美好，然后你整个心可以得到那种让你的心非常的宁静。所以说我想如果同学如果去过那个佛光山，我看好像他释迦大师好像有提到这个宁静祥和他认为宁静祥和这种东西是最高的一个快乐跟享受。所以说当然你在宁静祥和的一个状态下，让自己变得会对一些小确幸对一些甚至一些平常你没有注意到的一些事情，你都可以感受到它的一个美好。所以说有时候必须要让自己专注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然后放松在当下，然后这样才不会让自己意乱情迷而没有办法因为当下一下就变成过去那如果专注力不集中在当下的话，有时候很多最精彩的你不专注是看不到所以事实上曾经看过那个有那个摄影师，他可能我们如果在路边，可能他专注到甚至他可以在路边你看起来是一滩死水，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他经由他的一个摄影的技巧，他可以照出让你觉得好像是一个小天堂一样的一个美景在里面。所以说因为你的一个静心专注，然后你可以提升你的这个敏锐，对这种一些小确幸的一个敏锐度，或者说一些你可能没有感受到的东西，你就比较可以清楚的比较强烈的感受得到，而不是越来越迟钝，甚至越来越欲望越强。因为欲望通常你佛教里面是有一句话，他说这个欲望跟喝盐水一样，就越喝越渴，应该是
西藏佛法里面讲嘛，就是说你当然你如果是要借着有喝盐水来解渴，满足你解渴的需求的话，你可能越喝你的需求越大。那同理，你如果说你要借着满足欲望来解脱你欲望的需求的话，那也可能会把欲望需求搞得越来越大，一样的道理。所以说，当你静下心来时，别想太多，别无所求，放下自己，就是专注在当下，然后你就真的可以发现，很多平常不起眼、不经意的东西浮现，带来正向情绪，带来喜悦。好，那我们这单元就要到这边。